宗要啊，有缘静心说深念，居此隐秘闲聊而已。啊，这个文呢，越看越深。啊，闲聊的深念，就是上文罗什大师所比喻的深念。隐秘的深念呢，就是《弥勒发问经》中慈心等深念，前面我们学过了。以及大师说，夜夜念中，自然居住啊，此等深念。意思是说，能如观经所说，或者是罗什大师所比喻的这个深念，夜夜念中啊，自然具足弥勒所问的深念。盖于闲聊中，自然含摄隐秘的深意。此语道破尽宗玄微也，世人多慕玄妙，而不知最极玄妙只在平常中。故曰：平常心是道啊。平是平等，就是相续相，前念跟后念完全相同，没有夹杂，没有妄念啊，是我们经体上平等，就是平等性呢。啊，常是不间断，念念是平等性。这平等性的内容是什么？是阿弥陀佛。这是道。阿弥陀佛含无量意，不止前面弥勒发问经所说的十念呢，不止啊。一念具足一切念，一念具足一切法啊，无论是处世间法都不出这一念，真妙啊！啊，玄妙到极处啊！啊，所以念老师，世人多羡慕玄妙，而不知道最极玄妙的在平常当中。海贤老和尚表演给我们看了，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了，那从生活上看到了，从他工作上看到了，从他待人接物，你细心去品味，真的一点都不假了。啊，所以平常心是道，但当平平常常，老老实实，绵绵念去，自然暗合道妙。念念理念呐、啊，啊，这个理念，理什么念？理妄念，理杂念，啊，
清净平等心中，没有一念啊，不杂一念呐、啊，这就是道。这什么道？诸佛如来所证的大道，这就成佛了。世尊在《大乘经》上常常提醒我们，我们跟佛没有两样啊，那佛是心现，我们六道众生也是心现，只是有了杂念，就是识别啊。诸佛心现没有识别，那是十报土的发生大事，唯心所现，没有识别。六道轮回十法界加了一个为识所变啊，怎么变的？把一真法界，把十报土变成十法界啊，把十报土里面的万物通通变成了生灭法啊，十报土里不生不灭，他没有相续相了啊！十法界里面是刹那变异啊！我们今天所见的这个宇宙是六道轮回的现象啊，心现识变。啊，识变，我们丝毫没有感觉，我们能感觉到的极其粗劣细劣，不知道啊！啊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呢，细劣是一秒钟2240兆，这个数字就是一秒钟里头生灭的次数2240兆次的生灭频率，这么高啊，我们丝毫没有感受到，它就在面前，从来没见到过。到什么时候它就不见了，识别没有了。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，净土宗所说的理一心不乱啊，一心不乱有两种，有事一心有理一心啊，到理一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的境界，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！在一真法界十报土没有生灭的现象啊，有影现发生，发生没有相，能现一切相。啊，有缘的时候它现，没有缘的时候它隐了，它有隐现，两种不同的境界啊，不像十法界，不像六道轮回，一真法界我们逐渐逐渐有一点概念了，
心现的相是什么样子？是无量寿，正报神相，不生不灭。依报环境，植物，我们这个世界有春夏秋冬，有生住异灭，极乐世界没有。正报没有生老病死，植物跟人一样，没有生住异灭，没有矿物，没有沉住海空，跟我们这里完全不一样啊！啊，我们这边有这个现象啊，这个我们大家都能理解。所有一切动物都不免生老病死，植物生住异灭啊，我们常说的春天生，夏天长，秋收冬藏，植物啊，矿物，山河大地又沉住海空，无常啊，十报图真常，我们这东西全是假的，无常啊，他们是真常，所以我们称他们法性身、法性土啊，法性没有生命。我们这边呢是八识，用的是实心。八十五十一心所啊，所有一些现象都从念头生的。学佛必须要记住，时时刻刻要做如是观啊，这就是你看到诸法实相，十法界六道的现象，刹那生灭。阿弥陀佛。